你现在打报告，还好吗？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啊？没有。那你犹豫什么？我没犹豫啊。雷震，我告诉你啊，你要敢玩弄我的感情，当心我阴了你。你怎么这么暴力啊？废话，看谁训练的我。 我也没想着要找一个女特种兵做媳妇儿。行啊，你退货。上哪儿去啊？婚都不结了，我在这干嘛？我干嘛呀？我没不想跟你结婚。我就是觉得这会儿去打报告不合适。你在敷衍我。我没敷衍你。那你证明给我看。 怎么证明啊？签字，结婚报告。喂，干什么呀？找一号签字儿啊？你想娶我的女儿？你吃了豹子胆了？啊？报告首长。 我不太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吃了豹子胆了，啊？你吓死我了！你走，回家。晚上让你妈炒几个好菜。今天晚上我在家吃饭。小雷啊，别客气啊，多吃点。来来来，客气。伯母，我真的吃不下了。哎呀，什么叫吃不下呀？壮小伙子就得多吃一点。妈，我们那有严格的体能测试，你要是把它喂成一头猪，它就该掉走了。 都好啊，要不你就调到机关来好了，把小丽也调过来，都在我的身边啊，这不也太好了吗？净瞎说些什么呀？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追求和理想，都掉在你我的身边，那不成了温室里的花朵了？再说了，他们都是特种部队的骨干，野战军工作多痛快。我最近时常想起我在野战军工作的日子。 野战军，野战军，你就挂念你那个野战军。要是都到野战军去了，这个家怎么办呢？小林，妈想你了，怎么办？以前到下班的时候，妈就在门口摘菜，一十分钟就走回来了。现在到下班的时候，妈还在门口摘菜，可再也看不到你们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又来了，又来了。你说你整天都瞎琢磨些什么呀？ 歌词里怎么唱的？啊，只有舍弃小家才能保住大家，只有一家的牺牲才能万家团圆。这军人嘛，就是应该……哎呀，行了行了，玉花一比你在齐端军面前训话呢，没完没了的。 首长，可别人并不会这么想。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是为别人活还是为自己活？行了，让小雷把话说完，接着说。 你说呀，是啊，有话就说呀。我想正式提出和谭小林同志终止恋爱关系。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已经战胜了所谓的困惑。 我想和谭小林之间转换一下这个关系，首长，我想请求您把女儿嫁给我。 你愿意一生一世来照顾我的女儿吗？我愿意。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她的生命。不许胡说！你爸有话要说。愿意做我的女婿吗？我愿意。尤其是您即将退休，这让我心里更加没有压力。好小子！ 人家还没同意呢。你是我的女儿，服从你爸的命令。爸，服从命令。是。嗨，一点都不坚决，不果敢。大点声。是。老婆子，啊，到。拿酒去。完了。什么完了？报告首长，我说，酒完了。 我在首长的后边藏了两瓶，快去拿！哎呦，这个老头子，你别喝酒啊！您，好了好了，我去拿去。哎呀，好事啊！来人，来，敢喝吗？报告首长，死我都不怕，还怕喝酒吗？经首长下命令，要进我的家门，今天就得把这碗酒给我干了。 接了来，哎呦，没事吧？没事啊！你，哎呀妈，我们那儿有禁酒令，他有十年都没喝酒了，怎么这么喝呀？哎呦，对了，这禁酒令还是你老爸颁发的，没关系，今天是大喜事，明天是周末啊，没事。那你还闯什么祸呀？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把他抬到屋里去，快快，他哪有屋啊？ 你的屋不就是他的屋吗？啊啊啊啊！什么啊呀？快快快，来，老头子，帮把手，快点！行行行，哎呀，快点！
这一行跟云雀去了沈城，一夜啊，可是一夜未归啊！哎，不是去军区送文件了吗？送文件也不用一夜不归吧？啊，咱们这儿到沈城也就40公里，凭他俩这体能，走都该走回来了吧？哎呦呦！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就算是发生一点什么情况什么的，也属于很正常的情况。人家俩都老大不小了。哎呀，我说芭比，你也太八卦了。哎，搞得好像你就不八卦似的。我就喜欢。哎哎哎哎，我说你们一个一个啊，小丫头片子，在背后议论云雀是吧？小心她回来，我啊。哎，何如雪。 你可不能把我们都出卖了，咱一队的。你说呢？哎呀，我是那种人吗？啊？不过你们说昨天晚上他们两个到底干什么了？八卦会死啊！来，小挺直。哎呀，哎，差不多行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这不拉开你怎么练？小挺直，那也不能往死里练吧？我要对你严格要求。 快！啊！哎，收音。哎，那边叫我。什么事儿？哎，那个云雀，你应该很了解吧？那我相当了解。哎，你这么了解，赶紧说说。他们俩能发生点啥不？这个，我觉着啊，就是。 哎，你带吃的没有？鼓励一下，鼓励一下。赶紧的，给，给，一堆，给，说。那个，我得好好分析一下啊。赶紧的。其实吧，我觉得。迅猛。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别打我！ 面包，都挺有劲儿啊！你们啊，这个东西对于你们来说，热量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影响你们的体能，所以我决定。看到那边那座山了吗？先求渡。
血了。哎，还有很远的路呢。情况随时在改变，有人欢喜有人愁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不懂啊小同志。你很大吗？我18呀。哎，你也是大。我6月大。你除了屁股比我大还哪儿比我大？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跑。打他。我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不是你说要谈谈的吗？不是，那咱也不能跑着谈啊。那你要怎么谈？站着谈。我知道，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知道就好。我也就只能心里不舒服一下了，还能怎么样？我也知道你受委屈。开始我是很生气，可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我没法强求你去忘记你曾经爱过的人，或许不仅仅是曾经爱过，可能现在依然深爱着。也许对你来说，这场感情不是你想要的，但却是我想要的。我要做的就是要做好我自己，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一直在试图的。别说了，我明白。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我不信。我先走了，麦在等我呢，我去求杜了。摔挺好的，怎么搞的？哎，小狼子上戏了！你把当啊！我三里四个军啊，揍了你呀、啊！唱什么玩意儿？不是我妈，他佛祖呀，看不死呀！打死我！好听，好听，好不好听？好听，先生，先生，您就帮忙通报一下吧。哎，什么情况？说的逼婚的那个，我去，都追到这儿了，一个可以的呀。哎，虎子，这人是不是那个上次你送他胡萝卜的那个司机啊？就是那个啊，找这儿来了。虽然很啰嗦，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遍，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嗯，还要胡萝卜？吵吵什么呢？吵吵什么呢？没什么。找苹果的。苹果，找你的。啊，是我们家亲戚。那赶紧让他们进来吧，我跟你们讲，战士的家属我们一样要接待的。是，去呀，快点。哎，果子。阿姨。阿姨。阿涛，你怎么来了？我看你是来找你的吗？是，他是我们家亲戚。班长，给你添麻烦了。说的哪里话？雷神怎么说？雷神说让我们家亲戚进去。好，请进吧。谢谢班长。阿姨。哎。哎呀，此前为什么啊？哎，这下我可真看到你穿军装了。敬礼。哇，好好好好好。阿姨，这下你满意了？满意满意。啊，你怎么来了？我不告诉你啊，这次你还是追不上我。这
这位是？我媳妇儿。啊？你都有媳妇儿了？这是小翠，这是甜果。哎，果子好。那什么，哎，嫂子好。这个是小二套吧？刚满月就带过来看你了。我抱抱来。小二套，好可爱啊！小二套，真没看出来，二套，挺有本事的啊。什么话呀？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小翠是我们公司的，没想到最合适的人就在我身边呢。胡说什么呢？还不是你死乞白赖的追我？来来来，给我吧。哎，来。沉默，睡醒。哎，慢点。果子，走走走，咱们进去吧。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进去打开。阿姨，哎，真不用那么麻烦，部队什么东西都有。哎呀，都沉死了，进去说吧。走，行，先进去再说。好，来，走，慢点，阿姨。没事，没事，没事。我可想你了。是吗？嗯。哎呀，我也想你啊。哟，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哦，你好，你好，你好。这些都是我的战友。哦，都是大家。这位就是二套的二大爷。阿姨，这是我们首长。哦，首长好。哎，不，首长好，首长。你好，你好，你好，都是战友，都是战友，没有什么首长。欢迎你到部队来参观。好，阿姨，这个可以放下来了吧？太重了。好。这个是。哎，阿姨您慢点。这是我亲自上山选的石头，哦，然后请村里的文化教员啊写上去，我一下一下刻好的。这是我一下一下刻出来的，是送给咱果子的礼物。咱果子现在是解放军战士，这块碑你一定要立在心里，立在心里啊！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集合。首长，这可使不得呀！李斌，您是我见过最出色的战士，我一定要把这块碑放在训练场上，让我们所有的同志每天都面对它。记住您的期望，也记住中国人民的期望。首长，同志们，根据上级统一部署，雷电突击队和火凤凰女子特战队将前往东海市参加第五届国际青年运动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担任联合反恐指挥部的直属反恐统一。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第五届国际青年运动会还有20几天马上就要召开，届时将会有数十个国家、数千名运动员来参赛，很多国家元首将参加开幕式和观看重要比赛。毋庸置疑啊，我们的中央首长也将参加。你们该知道这次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情人岛事件刚刚过去，你们是行动的参与者，也该知道现在国际恐怖组织对我们一直是虎视眈眈，他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手段毒辣，是我们非常强劲的对手。在这里我不想做什么战斗动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基地你们都是优秀的特战队员。我只想问大家一句，你们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好，如果有恐怖分子胆敢闹事，那么你们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带给我，干净利落的干掉敌人，干掉敌人，干掉敌人。一击必杀，有我无敌。一击必杀，有我无敌。一击必杀，有我无敌。看什么？没坐过直升机啊？没有，我在那琢磨呢。我上次坐直升飞机的时候是送伤员，我这次居然成为特战队员了。我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那我得谢谢你啊，要不然啊我也不会找到这么好的老婆，是吧？